上个礼拜请假，为了我的孙女，我又来了。而且，跟你说，大家听了，唉，我们的律师他也做过院长，为什么他八年的时候没有办法推出来再生能源呢？他应该知道啊，全世界，我相信全世界哈都知道。最近好，请问你们。 当一个女人想尽办法就要在奶粉里面加盐，毒死她的很嫉妒的人的孩子的时候，她是什么样的心态？可她是不是有知识？有，她知道奶粉加盐那个娃娃会死掉，是不是？她不是没有知识，才会用这种做法。不然她买肥皂粉就好了，也漾起泡泡啊。所以当一个。 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吃了这个会死的话，他会给他吃吗？香香会给孩子吃吗？他们不知道，不知道有人下毒了。可居然我们今天是谁给我们最珍贵的选票给一个姓马的，这是他马的第三声，第三声，我第三声哦。所以我不是骂人哦，我也不怕哦，老师也可以这样，第三声哦，马是马第三声。 妈妈是第一声，请记住这一点。嘿，汉文有个好处，还真是 delicate， 就是小小的地方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我抓去，也可以不可以抓我？主要是你要下跪，不是我下跪。这个年代，21世纪第13年了，要进入第14年了。对的人没有权利下跪，是坏的人，你给我权利叫坏的人下跪，做错人下跪。 选票选错了，被骗了。上上上礼拜那个拉提琴，他说他错了，很高兴，认错就好。可是要知过能改，可是改之前是要知道一些好的东西。我一定要给孩子最好的东西，尤其阿公阿妈，最好的一定给孙子孙女。我们舍不得吃，也舍不得用，下一代最重要。所以上次我也提醒过啊，为什么阿公阿妈？ 因为阿公阿嬷没力气了，我们没有小三，爸爸妈妈肯定有小三，所以他不一定孩子是第一位，所以阿公阿嬷的第一位，我们的心肝的还是我们的孙下一代，所以一定要最好的给他们。你知道不对，我马上绝对不让他吃的。我每次看到，因为我实践一路走过来，从吃开始，食衣住行娱乐是我的专业。民国49年毕业，就到日本。 念完回来1967就回到学校母校，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吃错，我是看不下去了。那为什么在德国不会吃错？你要教育成功，就我们不是只有要拆台电、拆中油，我下礼拜要拆中油，所以记得哦，我等一下会宣布一个好消息哦。我今天先拆台电，可是教育部第一个先拆掉，都是教错了，方法都不对，唉。 为什么要我们把最好的青春被那些没有用的考试呢？考试是最恨的，在德国不准有考试第一名、第二名，不可以。他只是给你 A、B、C、D， 你自己有个目标，不是考，不能有名次的，人不可以用分名次的。可我们还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先要把这个错的东西打掉，你试试看，整个亚洲。 只要经过中国文化，一直进来的那些国家，到今天还是倒不掉，都要下跪。韩国、日本、中国、台湾、越南，只要有中国的文化，都是这样，我们走不出来。可是你很羡慕，为什么金头发？他们也以前女人也是没有权利的。瞧你看过我们以前小时候，从英文课本里面，女人也是没有权利的，而且连小朋友也是没有权利，都被罚的，权威。 可是人家走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产业革命开始，产业革命开始，每个人就有权利，有工作机会，然后就有经济权，然后就有教育权，所以女人也走出来了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去多看这些电影，以前一路走过来的电影，就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好，好，也是刚刚他们已经很沉痛了哈。好，今天开始来看这个是什么？ 太阳能的充电机呀，我随身携带呀，所以太阳能上次提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我白天晒着，然后吸完以后，它这里面有充电。
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手机没电，就可是这个头你就要是去找好你的手机的头，然后穿上去，或者是其他，反正有多少你都可以去充，手机和电脑，这是也可以弄到电脑。很可惜，这是我在德国买的，是1990年我在德国的柏林买的，是 Shell 公司，石油公司 Shell。在1990年，自从切尔诺比发生了，三里岛发生了。他们所有的石油公司 BP 英国石油公司还有 Shell 是英国跟荷兰的所有的石油公司全部进入做再生能源，先从太阳能开始，所以他们研发了很多，就像上次我不是请了那个扎丁的扎先生做一些玩具给大家看吗？下礼拜我要再骗他过来哈，会更有趣的事情。所以像这个就是他们先从这个我生活里面要用的，或者是一个背包包出来，原来后面就有一个背包，然后就吸了以后，你到了一个你需要的地方，摊开你就可以打电话。那是军队用的，美军他们很早就在用了，可是我们没有。或者是登山的人，我需要，我到时候我需要电，他就用这样，先是用电讯，后来就变成我的电脑，我的手机，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这是一个好，那你说太阳能也看了，风力也看了。接下来我今天跟你说更棒的东西，那叫做地热。希望各位看一下网络哈，上个礼拜一公共电视的我们的岛734期已经播出来，就一路我带着他们哈去拍了。那他们就是题目是台湾是地热之岛。什么叫地热呢？地热就是那个六温差，好，六温差，只要有火山的地方就有温泉，就有地震，就有地热，它是连起来的。还说地热了不起吗？当然了不起，它可以在积载电力。所以积载，哎，对对对，我们好像在上次我给你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Facebook 上已经出来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上个礼拜我请假，目的是让你们做功课，所以我等一下要问。所以看到了吗？就积载电力。所以积载电力，他们常说哦，你风力、太阳能不稳定，我不是积载，可是地热就是最好的。24小时都不会断，而且好到不行，就只要是钻到地底下，有20度的温差，我就可以变成你的热能，就变成你的电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热是一定的哈、哦，要用那个盒子装一下，才会地热嘛，那个盒子，那好，冰，你看到吗？冰，这是冰块哦，它居然可以动，这是冰，也动了。好，再来。我们再换成热的，四季没有负担，再来看热水，这是热的，哇，看到了吧？只要厉害吧？啊，关键在哪里？台湾是机会，就在下面这个。这个叫做超导片，我们是不是用超导在行销晶圆片啊？这个都是这个地方这个的感应，只要你有20度的温差，它就变成你的电了，厉害吧？以小变大，你可以弄很大，现在知道了吧？所以只要是你把屋顶上的那个热，我利用那个热超导片把它转到我的那个发电机就 OK 了，厉害吧？厉害，所以啊，不要怕啊。那何况在德国，地热发电是德国先开始，他们研发出来，他们的总部是在 Potsdam， 就是柏林，在过去那个 Potsdam 以前都德东那里叫 Potsdam 宣言签的那里，他们成立了一个地热全球的地热研发中心，那是柏林大学一起地理学院跟我一起，我们去找到他了。他们是用西门子，所以冰岛或者是纽西兰是他们的教授去西门子，就是去德国学回来以后，把西门子那一套就到他们的冰岛或者纽西兰，利用他地热，因为他们最多的就是火山，像冰岛，我那个课上次的那个里面有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冰岛有40几座的火山，火山的下面就是最好的，可是不是地热，不是这样哦，不是只有发电哦。最高通常他们要挖到，德国要挖到90，
就是九十度哈、哦、就可以发电了。一般就是大的发电厂，我们这个是小的都 OK。那大的发电厂九十度就可以发电了，变成发电厂了。他们要挖到5000米，德国，因为他们没有火山，也没有地震，很少，所以他们要挖到5000米，1000米就要50万欧元，就专勘的费用。所以当我把 Potsdam 的那个地热研发中心的 engineer 带到宜兰清水的时候，伊在里阿讲啊，他说你冲啥了，都冒在那边了，冒烟冒在已经100度以上了，还你们只在煮什么哈？煮鸡蛋哦，煮温泉蛋了，有没有搞错？这可以发电啊，然后把人家烫伤了，孩子那边烫伤了，还有一个很笨的那个市县长是说啊，空库你都给空起来。我说有，还有一个我们的县长说要把那空库你都空起来，才不会烫到。他说那个县长还在吗？我说还好，他已经下来了，那叫做李国华。我说宜兰人还好，知过能改，没有再让他继续，否则的话，砰，就是火山爆发了，那个更大，那个很重，会输给车祸。可是当我再带到去小油坑，哇，他根本看到小油坑，我们的那个国家公园不是冒烟吗？他就没办法，他说你们干嘛？为什么要买4个核能厂？这个就是啊，你这管子弄过来，那已经是200度都有，270度都有，早就可以管了，就是发电厂啊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那现在说哈，它是国家公园，可是日本这次的福岛也是因为这样地震，日本已经发展得很好。可是因为他们有温泉的地方都是国家公园，所以他说我没办法，骗人的啦，他们不喜欢，又没有办法既得利益啦，一样的日本都一样，他们都是一样，都是要既得利益。可是这次发生了以后，因为他们要是再下来的2020年哈，要做那个奥运嘛哈，结果奥运那天，那个现在的那个叫什么？安倍就马上记者就问哦。岛外的记者可不是停留在加拿大，他说：“可是你们的福岛的那个辐射下面还在漏，你有本事，你们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全部都除污吗？我们全世界来的顶尖的都是每个国家的最精英的选手，绝对不能有一个人任何受到了辐射的污染，你们做得到吗？”就像安倍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们日本人做得到，我们看着吧。”所以他们现在紧张了。所以一个跳出来说，我们反核不能再弄了，这下去的话，接下来是不知道啊。所以最近，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原子能委员会，专门去他们看下面那个一号机漏出来那些，都是骗人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吃日本的任何一个产品，欧盟已经禁止日本产品任何进入欧盟了。可是我们都不报道，因为那里面都已经辐射超量了，我们还拼命吃，越便宜越糟糕。所以记得。什么沙西米日本来的太便宜了，怎么那么便宜？有问题，不要自己害自己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你说那有黑多少呢？台大地质系宋教授已经跟国科会已经开始被逼出来了，所以跟柏林大学、跟伦敦大学、跟波恩大学、瑞士大一起，我们已经在做在清水。啊，现在林县长不错，太招标了哈，已经开始了。光是清水的那个发电厂，地热发电厂，我们一年到三年就可以弄好。核电厂是要12到15年，我们是1到3年就可以专看一年，然后再设备弄好，3年就可以运转了。你知道吗？还有多少吗？它的发电量，光是清水的发电量就可以4个核市场。我们还要核电厂吗？笑死了，有4座的核市场，然后那个。台电的董事长还说了，他去鼎泰丰，鼎泰丰也到我们学校来，请我们协助他训练他们的那个员工啊。就他一说，哇，冷气太冷了，减1度。就他说，只要他估算一下，很聪明啊，那个黄仲球，他说，假如说每一个店省1度冷气哈，哇，全台湾我们就可以省下1座核市场。他说溜嘴了，你们不知道的，我剪下来报纸，我已经发给你们，我特别把这个剪得很大，要给大家看。所以光是一个。减1度冷气，减1度，那为什么我们要需要冷气？都是建筑物惹出来的麻烦啊！你用水泥啊，水泥盖成密闭式的、啊，空气这么好，太阳这么好，在德国他们一定要生态绿建筑，就是我在推的。你的房屋不可以用水泥，你耗能，可是你要用什么呀？天然的，就是白天不可以点灯，
不可以那个，所以一定要什么样？要盖窗，所以用玻璃、钢玻璃、石头做地基哈、哦。那再来就是木头，还有土烧的瓦砖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房子嘛，很棒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生态绿建筑，它是不耗能的。所以不耗能，我们叫做 passive house， 是被动式的。不耗能的房屋本身不耗能，我再加上屋顶我发电，我就赚到了。所以说节能、减碳都在这里。然后台湾整个火山系哈，从清水这边对不对？再来大屯山对不对？再来中部还有啊，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？还有关子岭后面，所以核三厂又出问题了。简单啊，太阳那么多，全部都可以关掉核三厂。所以我们先来行动好不好？先关掉核三厂，然后我用每个人屋顶养水种电，你看曹县长也弄出来了，而且太阳又这么多，风也不小，再来还有温泉啊，这个地方也有温泉啊，就用地热，那这样弄起来，三个光这三个体系，北中南，所以南电北送不必自给自足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有11座核四厂的电了，发电量。我们还要核能厂吗？笑死了，还会用？还是太需要？这个是有问题，脑子坏掉了。你问上次小孩说：“我不要那个，我好的，我要好的，我不要坏的。”你每天电脑一直换新的，手机换新的，这个为什么能源都已经落伍成这样，你还要用以前20世纪、19世纪的东西？奇怪吧？现在是21世纪，我再提醒一下，快要第14年了，进入，所以不要再跟着那些讨个派遣老到不行的。还活在天宝年间的那些人跟着走，笑死人了。错了，为什么要跟着走？明明知道这个妈妈要给他吃毒的，我还要跟着他？不要，拆掉他！你们都忘记要拆掉他们了。所以你想知道了吧？了解了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下个礼拜我还有一样，我台电可以拆掉，对不对？现在风力、太阳了，地热都就可以拆掉，还有一样。我要拆中油，中油实在可恶啊，油水多到不行，而且还要一直涨价，看到涨价我就生气，我只救穷人，他们这个信国民党的只救富人，我只救穷人。现在机车组的你们是不是很苦？对。还有你们有没有制造肺腺癌的原因？好，我知道，再给我2分钟。肺腺癌是从哪里来？ CO2，尤其都会区，你知道吗？我常常说陈定南当年就不要来这，不要来当立委，你要在宜兰都好多人，今天还可以当总统哎哈、哦、啊！可是到立法院就糟了，为什么？立法院是全台湾CO2最多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去过立法院前面吗？所以下次记得抗议，不要在那边旁边，你要去旁边呐、啊。所有的立法委员都去那边签个名就要跑，所以他们的司机哦。热啊，要吹冷气啊，就噗噗噗噗噗噗，它是 stand by， 噗噗噗噗，你看全部都在那边，修都在那里。那你吸了以后，你不会肺腺癌才叫做奇怪。所以不要去立法院了，我们换个地方了哈。所以像这个，这里是不错了哈。所以从这里，我们怎么把它碳减掉？我们现在有办法了。下个礼拜，请大家，我征求大家找那个，我们现在已经目前哈30年的最老的30年都已经噗噗噗噗臭到不行的哦。我们装上了一个台湾发明人，我们把台湾所有的发明人结合起来，台湾制造的放上去以后，然后加上金针，我的水壶在哪里？刚刚那个水瓶，就是那个刚刚一罐的那个水哦，哈，那个一罐水，看到吗？就那一罐水哦，哈，那个是在，这个是在那个，这个是在那个小琉球，那个发明人黄埔是在小琉球，他把小琉球的水经过他的物理的处理，这个水。加上那个我们的设备以后，啪，10分钟，完全都没有废气了，zero。所以现在开心到不行，你知道开心的是谁吗？我都不之外，最开心的是阿罗哈的那个老板娘，因为那个游览车天天被追，那乌贼车一罚了几千块，这种我们换上以后，不得了，完全没有了，开心都不行，而且我都不是省油50%。而且那天我们的朋友从台北装上去以后，他的老的Benz18年，结果开到他的高雄再回来哈，哇，他以前要加2次油，现在一次就好，因为他18年了，18年的老，而且废气省油22%啊，废气 zero， 知道了吧？所以下礼拜我征求，越臭越好，越老的我送你，越老的我们现在最老的是30年的。
所以有比他更老的那20到30年里面的带过来，我们修给你，那个我送你那个设备，其实那个不贵，他就定价3000，那学生1万1500，那一般便宜吧。然后水，这个水这样一瓶哦，灌上去以后哈、哦，它其实利用它让它完全燃烧，完全燃烧以后出来的只有水，它没有臭气了，而且开始助燃，对，助它，所以这一瓶水像可以跑半年。啊，所以是很偏，对呀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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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所以啊，神奇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给你们神奇的，这个都不是神奇的，这个都是物理了哈，是我们的物理没学好，因为不是老师没教好了，老师太笨了啦哈。那我们学生都很厉害，是老师太笨，所以知道了吧？所以征求，那汽车，我们那天还跟那个连接车现在也头痛，我们装上去以后，他开心到不行啊，又省油，然后又完全没有臭味，就不必怕警察抓了。还有更厉害的，我们把那个我们带8斗子到远洋，所以公共电视也在拍了哈，下一期就为这个节能减碳。那个8斗子他们是远洋渔船，我们把它装上去以后，本来那个船东跟大家在里面，船长跟那个船工都在里面，结果他们在吃便当，后臭都半，因为那个是臭的柴油，很臭，它一趟哈就一趟就750公升了，臭都不行。就我们把它装上去哦，半个钟了以后完全没有，他们吓到了，我、哦、太好了，从此吃饭就没有臭油味了。然后船长跟船东说，就说哈、哦、啊，老师就别卖了，可是假如说一旦给他先给我趴哈，我的 VHO 就我们追踪2个月了，他说已经省到22%了，哇，这个就是啊，节能减碳从这里开始，我省油，我就可以把台电跟中油关拆掉。我不买呀、啊，我用消费者，我不买可以吧？我自己自给自足，所以刚刚那个也是，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该怎么做哈。我知道我该下台了，谢谢各位，记得越老越好。汽车我们最老的现在是18年的哈，最老的就两部这边好来示范 ，OK， 谢谢，台湾有希望吧？